深度全方位调查，中毒应该是真的。不过有一个小小的疑点，是我从护士小姐姐那里得来的。有一个男人反应十分过激，就是我刚刚发给你照片中的那个男人。那谁知道呢？或许是天生的亚硝酸盐敏感。你这个照片有问题，那个男人所占的比例还没你笑起来露出的门牙大呢。这才叫偷拍，我是怕打草惊蛇。这个线索不能放过。 我不方便出面，暂时你才华的时间到了，调查费速速打来。我可是答应了护士小姐姐请她吃大餐。我先付你第一期，后边呢是调查情况而定。你怎么能这样呢？哎，记住了，以后谈合作要先签合同。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哪是？喂，白总。 公司的公关文发布为什么不跟我商量？谁允许你们让我部门的人背锅的？谁允许你开除他的？当我不存在吗？我不同意。哎，我也不同意啊。但是这件事是公司决定的，不是咱们两个人同意不同意的事儿。哼，这是对产品部的羞辱。是是是，白总监，注意你说话的态度，我们又不是你的员工。哎哎哎。 丁莎一心想要转正，怎么会被开除了呢？难不成就让丁莎这么走了吗？公司的公文都下了，这个事儿只怕……不行，我要去找公司问个清楚。白总监，丁莎的简直毫无底线。 公司这么做太没有底线了，他们怎么能让他背锅呢？丁莎让人失望透顶，不是他做的，为什么要承认？毫无底线。他只是一个实习生，他能怎么办？他至少应该守住自己尊严。现在因为他的懦弱，整个产品部的罪名反而坐实了。说的都什么话呀？ 丁莎这么选择肯定有她的原因，白总监怎么能这么说她呢？产品部是一个团队，怎么能对丁莎不管不顾呢？不能让丁莎一个人背锅，要扛我们大家一起扛。亏了丁莎那么信任她，马上找丁莎，走了。
白总监，我先走了。哎，丁生，你明天跟着 Steve 一块去趟门店。我和志英姐往里面，你们去那边，于老师去那边看看，我们分头行动。哎，好，走。菲菲，你们去上面看一下。 为什么要逃跑？我只是一个渺小的、不能再小的试用期员工。我还能怎么样？道理很简单，事情是不是你做的？不是你做的，站出来说出真相，反抗到底。道理我都懂，但是没有但是。白总监，你不用说了。白总监，你知道吗？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我都会经过一个水果超市。 它里面在卖一种很贵的进口橘子，那个橘子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看起来特别好吃。但我每次也只是看看，舍不得买。我每天早上上班出发前，我都会告诉自己，如果今天白总监可以肯定我一次，我就奖励给自己一个橘子尝尝。可哭了这么久，我也不知道那个橘子是什么味道。 今天我要走了，我想着要在离开之前尝一尝那个橘子，所以我下狠心买了一些。白总监，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1年前，我也是自己来到这里，那个时候真的感觉自己充满了无限可能，决心要在这个城市留下来，每天起早挤地铁。 职位可以抢到一个可以睡觉的座位，晚上回到家，发现下水管爆了，气得想骂人。看着小平帽里的餐厅，想了想还是回家泡了碗方便面。但这些我都不觉得有什么苦的。我每天躺在床上，我都告诉自己，现在的窘境只是生活的一个中转站，明天一定会到达光明之境。我靠给自己打鸡血，度过这一年。 直到来到三星，我以为自己终于有一次机会可以在这里留下来。老天终于给我开了一条缝，现实却一次次告诉我，我的能力撑不起我的期望。橘子我可以狠心买几斤，可这座城市，我是留不下来了。 这里就像我做过的一场梦，现在梦醒了，旅途也到站了，我也该回去好好生活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的父母在老家，我有责任去照顾他们，而且我就不信，一定要在大城市才能有所成就，在别处我也可以做得很好。白总监，有空来我的家乡，我请你吃饭。 慢慢走吧，那些画面。丁生，不用追了。丁生，喂。
白总监还是来了，我们走吧，要和你说声抱歉，抱歉。哎，这不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你先别着急，我不是担心你身体吗？而且事情那么紧急。 当时那种情况必须立刻给对方一个交代，我那也是缓兵之计。进。我无法接受我所在的公司是一个靠说谎和牺牲员工来解决问题的公司。白真相，你还好意思说？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没有责任是吧？你现在应该庆幸走的人不是你，是别人。我确实有责任。 我也可以走。你什么态度？好啊，你要走是吧？小艾，你听见了？他自己说的，那你跟丁沙一样，卷铺盖走人。保总，还护着是吧？白真相，你也太嚣张了。白真相，我不管你能力有多强。 我也不管你是什么来路，今天这件事情，你必须负责。霸王阁被下调到文件了，是真的吗？哎呦，邮件都发群通知了，全公司都知道了吧？以霸王阁那个性格，他怎么可能同意呢？他不会把保总给打了吧？ 真的要去门店啊？产品部出了问题，我应该负责，结果还丁莎背了锅，我很自责。刚才对不起啊，在大家面前那样说。你说我什么了？说你看你完全可以一走了之，另谋高就。 为什么要接受公司这样的处罚？这分明是敖总要逼你走呀！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主动辞职是要赔很多钱的。为了钱？我不相信。只有留在三星，才有机会调查出真相。我告诉你啊。 这事儿可还没完呢，我白真相可不是白叫的，是不是想要去死啊？都，我让你们都口号喊几遍。 三遍呢，又喊一遍是吧？我真的是有时候没法说你们。如果不想干，都去死好吧？啊，别在这跟我这耽误时间都啊！微笑情绪呢都，什么都没有。有时候我真的是服。白总监，可把你盼来了，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呀，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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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总监，还记得我吗？有一点印象。白总监，这个角度，这种触感。
是不是更熟悉了？哎呀，哎呀，白总监，你当时说让我等你，帮我叫救护车，我等到10:30你也没来。不过没关系，我不怪你，你今天到来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那，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咱们总公司大名鼎鼎的原产品部总监白真相，白总监。哎，这个掌声呢，微笑呢，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不要因为白总监对你们敬爱的店长见死不救就对白总监有敌意，千万不要。咱们公司爆红的懒人美食系列，那就是白总监一手带着团队研发出来的呀。嗯，但也给公司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和冲击啊。这件事呢，我个人认为还没有定论。白总监太谦虚了，该是你的功劳就是你的功劳。那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那我们大家怎么会这么清闲？是不是？这每个月客流量刷刷刷往下掉。一会儿见面会以后来我办公室啊。不过我还听说一个消息，公司要开除咱们白总监，但咱们白总监本着对公司的热爱，就是不走啊，表示什么岗位都可以接受。这种臭不要脸的精神，就是我跟你们一直强调的服务行业的精神。鼓掌。鼓掌的节奏这么难把握吗？白总监今天终于把你盼来了，那必须得委以重任。今天来到这里主要是感受一下咱们门店的文化，要拥抱一下咱们这个门店挚爱的土地。我明白，朋友们。哎，不是让你讲话啊，就是字面意思，拥抱土地。啊，白总监初来乍到，这种姿势不熟悉吧？对对对对，拥抱土地。哎，别撑别撑着，拥抱，热切的拥抱，感受那种气息啊，用力拥抱啊，要细心的感受这片土地给你的一些回馈。白真相，你是来调查的，这些都是插曲而已，就当体验生活了，没什么大不了。你，我就让你帮我照顾一盆花，你就快把它养死了。你怎么不去死呢？他要是死了，你跟着他一起死。完了，这人遇到天敌了。我真希望你赶紧去，别再好日子了。你们店长怎么这么爱骂人去死？是啊，他总骂人，你习惯习惯就好了。聊天呢？没有没有没有，不干活啊？不是不是，动作快点。客户都等着急了，好不容易来一个单子。哎，等一下，我看你们俩刚才不是聊得不错吗？以后你就带他，好吧？熟悉熟悉这一块。哎，好嘞，送你，好吧？啊，快去吧。哦，行行行了，知道，别说话了，我们马上去。不让人说话了，谁是店长？这到底？啊！你，榴莲，赶紧给我挪走，快点！大伙儿都听好了啊，最近公司出事，店里受了影响。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紧绷着呢，别出错，啊！明白，明白。还有问题吗？应该没有。那就抓紧时间，别超时，别掉链子。好，出发了。哎，龙哥，嗯，这个刹车是在手刹，这儿这儿，对手刹，开车习惯了，是这个对吧？这个对，是这个。你会不会？会，会就行，你慢点。好。嗯，开慢一点嘛。
这才是我俩呀！吃了多久了啊？哎，对不起，大家久等了。你先歇一下。你买东西太多了，我在路上呢，想打电话说一下。你们这儿一点信号都没有，大不同。啥意思？你送外卖的很光棍，这有没信号呢？你是不是还嫌我住的偏啊？确实偏。你看看，你就跟我女朋友一样。你是不是还嫌我家的房子小啊？这不挺精致的吗？精致。 这能叫精致吗？能叫精致吗？我看上去像能精致的人吗？我有千金之马啊！啊，对不起大哥，经不住细看，细看确实不行。你看看，我就知道你跟我女朋友一样，嫌贫爱富，又嫌我住的偏，嫌我住的小，嫌我房子漏水，还嫌我这里不装电梯，穿高跟鞋走路很累。我跟你讲，你这种嫌贫爱富的人，分手。 差评！真的啊？真的？什么什么什么真的？啥呀？你们知道吗？霸王鹅现在在送外卖。什么？送外卖？我这辈子都想象不到霸王鹅会坐在电动车上送外卖。 我一直都以为他是微服私访去了，我都能想象得到他带着门店的那帮兄弟们做出业绩以后回来找到我面前说，我就是用实力向你们证明，我在哪里都做得比你们好，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结果到现在，不是，白总监离开产品部后居然这么凄惨呀，太让人不敢相信了，还是他又做了什么迷惑操作得罪门店的人了呀？ 不行啊，各位，我好奇心控制不住，我想去看看。哎，我也去，正好午饭时间，大家一起去。我也去。回关一下。吃饭去。是吃一顿午饭，还是去看霸王鹅笑话？二选一。<笑>他们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差评，投诉，赔钱。咱们门店一个月的差评限额被你白总监一个人一天全破了。 你还真是个人才啊！第一天送业务不太熟练，遇到些技术问题，慢了一点点。哎呦，白总监，你可千万别谦虚，你这可不是慢一点啊，你平均每单可慢个32分钟，你是属乌龟的吗？白总监也是第一次送外卖，你让他先适应适应，是吧？我跟你说话了，你在这帮什么腔啊？我还没说你呢，你不是挺会带人吗？这就是你带的人啊！我告诉你，你要不想干了。 给我滚蛋去死！别在这儿给我影响店里业绩。啊，去死去死！我告诉你啊，以后榴莲不许放那儿，这是我专门训人的地方。这事情是我自己的责任，跟龙哥没关系。白总监说的有道理，这事儿肯定不能跟他一个人就有关系，跟你们全体人都有关系。 从现在开始，3天之内，任何一个人接到一单差评和投诉，外卖团队的奖金全部取消。白总监，你看我这个处理方式怎么样？啊，这个事情就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跟他们所有人都没关系，罚金我自己担就好了。白总监，你这就说的不对了，咱们团队是个集体，是个 team， 你也用力的拥抱过咱们这个文化了，一个人做错了，全体受罚，这是店规。 而且店规还规定，任何一个人得到差评或者投诉，要一边跳操一边大声的背诵店规口号。开始吧，来，大家集合啊！陪我们白总监一起，听我口令啊，注意情绪。一二三走，顾客至上，三生有戏，情绪笑傲八十，三生有戏，点头哈腰，三生有戏，百搭为王，三生有戏。 天哪，谁能想到啊？哎呀，人在做天在看，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三生有幸，霸王鹅变白头鹅了。白总监来一遍啊，我看你什么时候能把动作学会。再来一遍，走。顾客至上，三生有幸。这个店长太仗势气了，我们走吧。哎，等一下。 你说像白总监这样坐惯领导的人，第一次送外卖有点失误，也很正常吧？不过说真的啊，到现在我都不太理解，霸王鹅怎么就真的答应来门店了呢？
他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用意的。什么用意？他的用意我怎么会知道呢？他的想法一直骨骼清晰。走吧，别看我。对不起，你没事吧？没事。哎哎，怎么回事啊？啊！哎呦，您没被撞着吧？啊，我没事。你怎么回事？走路不长眼啊？白总监，我发现你真是什么事儿你都干不好。你让我怎么说？你看看给顾客撞的是不是啊？刚才砰的一声，真的我都听见了。没事，真没事。其实也是我走路不小心没看到而已。太感人了。你看看咱们顾客多善良，都被撞成这样了，还在为你开脱。顾客别有什么负担，因为您就是上帝。你要不说出来，有些问题啊，这种人一辈子他也认识不到的。真没事。其实呢，他工作也很辛苦的。不辛苦，那么认真，没事儿。白总监，你不要以为。顾客说没事儿，这件事你就真的没有责任啊？顾客的肉体是没受到伤害，那精神上呢？是受到惊吓了呀。那以后这消息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那所有人都以为在咱们店得不到良好的服务，都会受到惊吓，那咱们的客源这不就断了吗？我告诉你，你这种行为是让三姓集团慢性自杀。客户，你是不是要投诉他？我马上受理。不用了。在哪儿买单啊？我们这个不单卖啊！来来，您过来，我们这是买三个可以赠一个，买五个可以赠两个，您看有没有任何需求？我就要这个，就买一个啊！对对，那边还有月饼，不用了，可以看一看雪糕。路多，你怎么来了？不在家画画，又来这干嘛呀？我就像韩剧男二一样。穷追猛打，锲而不舍。对了，你怎么知道我还在公司啊？你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微信步数吗？我可以通过它判断你是起床了还是到公司了。走吧，我带你吃饭去。我没有心情吃饭。那个，谢谢你啊，你自己注意安全，开着哈雷。这儿所有的货要在明天门店开门之前全部码好，白总监你就加加班啊！这工作对咱们门店太重要了。有时候啊，我就想，如果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我相信白总监的能力，干什么工作都会干得最好。有什么问题你就问管理员，千万不要给我打电话。加油！哎呦，这得罪谁也不能得罪土皇帝啊，这会被累死吧？七个订单，六个差评，还有一单投诉你压根儿没送到，你怎么不去死啊？没事吧？没事。
还说自己没事儿，一回来就躺在沙发上不省人事，怎么叫都没反应。幸亏你还有呼吸，还有心跳，否则我就直接打120叫救护车了。能不能把自己照顾好啊？陆多姐，嗯，你们聊。嗯，真没事儿。没事。一点微微的疲劳。哦，其实呢，在职场上，员工被老板骂这件事很正常，只是现在换了个个儿，对吧？你就当做是体验生活，体验角色。你怎么知道我被骂了？职场八卦速度堪比超跑，前一秒发生，后一秒就在微信群里炸了锅的。我碰到一个天敌。什么样的天敌？他的口头禅是去死去死吧。你怎么还不死？死不死啊你？去死吧。你笑什么？什么都没笑，我就是觉得这个是专门针对你的游戏。没有关系，难不倒我，天敌也是可以攻破的。该怎么办呢？忍，除了忍别无他法。忍这件事呢，我最有心得。我之前在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上司面前工作过，我可以传授给你。谁呀？不可能比这个还过分的。当然是你啊，你的高度堪比珠穆朗玛峰啊，极限挑战。你忍我是应该的，我的高度你确实难以企及。嗯，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呢，我也就放心了。你还是我熟悉的那个霸王鹅。忍术的第一步呢，就是苦中作乐。不出来，这样你就可以乐出来了。产品部现在怎么样？敖总后来……哎呀，你不要提敖总了，你先好好睡一觉，好好休息一下。嗯，来，过来，快快快去洗个澡，走走走走走走，好好好好好好好。你不必送我下来的。这门禁最近不太好用，怕你出不来。哦，走了。走吧。嗯。想问的话为什么一直没有问出来呀，李路多，你也太怂了吧。我想问什么？你不是想问那天晚上白真相约你出来要说什么吗？现在问不是时候，而且我只担心他的安危，答案是什么不重要的。哦，答案是什么并不重要，但小鬼李路什么？今天又发不了货了？你他妈放屁呢？不说好了今天发货的吗？哎，我们产品都已经预售出去了，你现在告诉我你发不了货，这不是让我们放顾客鸽子吗？我们怎么跟顾客交代啊？我不管啊，我把话说到这儿，你们爱发不发，谁都别想好过，都他妈别活。什么情况？谁家到现在还没交付我们预售那批澳洲脐橙，马上就要到发货的最后期限了。于老师还在那儿着急上火呢。C 家还没有发货，之前因为懒人美食的事情已经有很多客户退单了，这些没有退单的客户再交不了货的话会更加麻烦，公司已经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了。不是，这 C 家咋回事啊？我们产品部本来就人人自危了，现在掉链子，这不雪上加霜吗？咱们之前不是想跟优点合作吗？所以 C 家那个花总就一直跟我甩脸子，这下好了，到了关键时刻了又不给力，无所谓，不发就不发，大不了就他妈一拍两散。现在不是抱怨发脾气的时候，还是得以大局为重。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这批货的问题，能按时给顾客发货比什么都重要。现在得罪了 C 家，咱们一时半会儿去哪儿找别的供货商？到最后公司还是得问责产品部。于老师，我觉得知音姐说的对，首先我们要把眼前的事情给解决了。
我就是看见怂人，我压不住火。你们没见到花总说话那个阴阳怪气的样子，我想起来我就想大嘴巴抽他。别生气。反正呢，我现在啊，在 C 家那是一点面子都没有了。如果大家觉得啊 ，C 家那边还有希望，就拜托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好吧？分开行动。这霸王鹅一走，产品部像个烫手山芋一样，谁都避之不及。也是，谁会想这个时候收拾烂摊子呢？就连那个赵潇都说自己不能身兼数职，避之不及呢。按照资历来说的话，应该是于老师接手代理总监。现在呢，最怕就是空降一个新总监过来，到时候部门大换水，工作饱饱的住还不知道呢。哎，那你给我拿啤酒啊。嗯，看见了吗，小江？这苹果呢，就好比真爱；这咖啡呢，就像备胎。优点呢，就是真爱 C 家就是备胎。这刚抱住了真爱的大腿，就想把这个备胎踢掉。然后这边呢，刚跟这个真爱撕了。就想回头找备胎，那你说花总他能高兴吗？对不对？喜新厌旧啊，最终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真是砸得痛快，砸得开心，砸得呱呱叫。别这么说，赵总监，嘲笑我们产品部是能让你变得更爷们儿，还是能让你变得更瘦啊？身为一个胖子，没事儿多吃水果，少在那儿嚼舌头。有这落井下石的功夫呢，不如想想怎么帮公司渡过难关，是吧？这样更能体现赵总监的英明。哎，要不怎么说你们太年轻了呢？我这是干嘛呢？我这是不心疼你们呢？这白真相是渣男，渣自己也就算了，别会这么多事儿，回头谁处理？累的是谁？是不是你们？那我这是不是真心疼你们呢？赵总监，有这功夫，不如心疼心疼自己员工。哎，对。哎，提醒我了哈，小强，明天可以放假一天了。他那意思是你明天不用来了。哼，别跟他们一般见识。第一。哎，陆多，干嘛呢？下班不回家？玩会手机。玩会手机？哎，你看，等男朋友吧。哎，你别乱说啊！我跟他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啊！你别乱说啊！嗯，这话你也敢说？人家到时候转正了，我看你怎么说。哎，是啊，我觉得这个火火挺不错的。志英姐，别拿我开玩笑。Hello， 大家好。Hello。你好，你好。今天我请陆多吃饭，一起吗？我们就不去了吧。我工作危机，想辙呢得。啊，我得去接我家老二上游泳课去。游泳课？嗯，他不才3岁吗？嗨，孩子他爸希望他赢在起跑线。明天见。那我们先走，我们先怎么去？路上注意安全。拜拜。我什么时候答应你要跟你一起吃饭了？你难道不想庆祝一下？庆祝什么呀？庆祝你逃离了霸王鹅的魔掌。上次你说没心情，今天心情怎么样？你现在可以跟我轻松的出去吃饭。我现在轻松不起来，而且我们公司现在内忧外患的，我没心情跟你打。走了。哎，你到底怎么了呀？啊，我的心情说了你也不会懂的。那你说说呗，万一我懂了呢？店长，忙了。注意自己的位置。找我什么事儿啊？占用我这么宝贵的工作时间。店长，你有没有意识到平时你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喜欢让别人去死？不是特别礼貌。我想送你一本书，希望你多看一些优质的书籍，这样你就会，你明白吗？如何提升自我？你说我没有修养是吗？哈哈哈哈白总监啊，我觉得你现在还没有弄清自己的身份，
其实呢，面对公司处理的事情，我是挺同情你的。你只要在我忍术的第二步，就是要尽情的发挥自己的视觉想象力，比如当濒临忍耐的极限时，我就得把你想象成一只可爱的鹅。我不指望啊，你来拍我的马屁，但这是什么意思？你直接在侮辱我的人格，这就很不对了。你想，你当时送外卖的时候，那个单子送的呀，按道理其实应该扣钱的，但是我就看你好像身无分文那样，我可怜你，我没有扣，慈心生祸害。越发的激烈了，对我，好，好，我相信我是，不着急啊，我给你记上，回头和你算账。这个天气太热了，我要有钱，必须得给电动车装上空调。你可真逗，你要有钱还在这儿骑着电动车送外卖。我要有钱，对呀，我有钱我就买个小汽车送了。订单位置都记住了吧？不许迟到，微笑服务。我要是拿不到五星好评，你们就拿不到我的五星好评。出发。怎么你嗓子不舒服呀？赶紧干活了。哦哦。哎，对了，我今儿遇到一件事，我想找你聊聊。什么事儿？有一对母女点了几个面包，我送过去的时候，他们竟然质问我说，为什么没有附赠粉红猪玩偶，把我整得一懵，这是怎么回事？哦，知道了，那对母女啊，上回我给他们送的时候呢，附赠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粉红猪玩偶，他们非常开心，给了我五星好评。你这是破坏市场规则呀！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得到好评了，那其他人怎么办？不能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去的时候带个礼物，没有礼物就给差评啊！我跟你说啊，要是大家因为这件事情奖金泡汤了，你也别想好过。也不至于吧？你，行了，下午不会了，得了，干活吧。你慢点喝，别呛着了。怎么样？调查有什么线索吗？你看我现在忙成什么样子了，哪有时间调查呀？那你可得忍一段时间了。哎，你的那套忍术还有什么秘籍？嗯，那你得拿建议给我换。什么建议？产品部遇到麻烦了，就 C 家那批果橙，他们一直不发货，这样下去的话，一定会影响到公司的信誉度的。发布会出事之后，供货商一时采取观望的态度，压着不发货倒正常。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我现在又不是产品部总监。可你以前是产品部总监，你总比我有经验吧？我现在就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外卖员，这些事还是你自己搞定吧。你就这么不管了？别喝了，给我吧，别喝了。白总监，准备还要休息多久啊？啊，那么多订单不用干活啊？啊，快去！江火火，你怎么来了？我没时间陪你玩。谁说要跟你玩了？那你来。要是我说，我打听到了花总是洛丽的铁粉，而且我还知道她定期去做 SPA 的地方在哪儿。你的意思是我们去 SPA 的地方堵她 ？No， 你听没听说过一个关键词啊？就是谍战片那个潜伏。潜伏。Thank you.
凡是穿越时空，求你一万次的力量。像隔着一道墙，一座城的时光，不经意的试图的眼光，还有忍不住的感伤，又看到雨后的彩虹，想起那是你的笑容。别害怕前方的路途，只要一步一步就能靠近爱的真相。逃不开的那个世界会怎样？原来念念不忘总有回响，擦不掉的那些过往会怎样？那是穿越时空抵挡就你一万次的力量。逃不开的那个世界会怎样？原来念念不忘总有回响，擦不掉的那些过往会怎样？就算记忆开始流浪，还是一样倔强。